呢個井試咗係 OK。等我拎個保路華喺隔離用先。啊！你讲咩话？喂，咪拎走啊！渠里面啲污水会产生有毒气体，拎走保路华会令有毒气体好易积聚。工人入沙井冇带合适嘅呼吸器具系非常危险噶，仲要不停监察污水渠里面嘅空气质素。仲有咩要注意噶？入沙井做嘢前，要由合资格人士完成危险评估报告，工人要收到工作许可证。仲要跟足安全工作程序同埋紧急应变措施，老细俾嘅安全设备记住用啊！遇到意外未受安全训练、冇带安全装备嘅工人，一定唔可以入密闭空间救人。仲要揾合资格人士连续对污水渠里面做试气。工作环境有变嗰阵，要立即通知接应工友同埋撤离。最重要系提供适当通风设备，确保所有人了解公司制定嘅安全工作系统。我作为管工，系有责任确保公司提供全套嘅安全设施嘅。公司亦要制定紧急救援程序，同埋提供救援设备添。只要自己做足安全准备，仲边使人救啊？